已经快要爆炸了。
点一点，终于做完哈，一点一点刮好刮好，但是明天开始又有可能又有新的东西啊。你的多边形没有中心，永远在赶路的职业妇女女教授的人生啊。这个是我后来回顾我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，就是带小孩的过程就是这样。而且我这个还是在我去参加这个德州这个奥斯汀大学的会议的时候，开完会晚上终于自己一个人有一个房间在旅馆里面，才有空去写这样的一首诗。好，所以这个真的是时代再怎么样进步，我想还是有一些妇女同胞们还是陷落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。尤其我在有时候下课，然后坐公车回家，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妈妈带拎着小孩上公车，然后偶尔现在有看年轻的爸爸或者阿公阿嬷啊带去接小孩放学回来，然后小孩一定就是一个大书包拎着水壶啊，现在都营养午餐了，没有便当了啊，都还好。可是下雨天的时候就很惨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雨伞、雨衣，然后还有因为是下班时间，所以妈妈们往往都还拎着便当铺晚餐回家。我真的觉得天哪，这个日子好像真的是那个推石头的那个推磨西施，推上去了又掉下来，明天又要继续推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在度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，也当然是很哀怨啊，但是看到小孩的成长，其实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所以真的也是苦乐参半哈。那这样的情况到底？有没有获得改善？因为我们到现在也的确。